如果来欧洲，千万别错过这三个圣诞集市。圣诞来了，欧洲的空气当中弥漫着烤栗子、姜饼饼干和热饮的香气。在欧洲各国之中，奥地利、德国、法国是三个拥有最古老且最受欢迎的圣诞传统的国家。维也纳的圣诞集市是当地最大的市场，占据了市政厅和整个滨海艺术中心。德国的圣诞市场也不是千篇一律，慕尼黑玛利亚广场上的圣诞集市最早可以追溯到1642年，集市环绕着一棵巨大的圣诞树，由3000盏彩灯点缀，色彩斑斓，分外耀眼。说到法国，巴黎最美的圣诞舞台在埃菲尔铁塔下的战神广场，在这里你既可以欣赏浪漫的夜景，又可以享受暖洋洋的圣诞氛围。相信老佛爷的那棵大圣诞树大家并不陌生吧。来欧洲的圣诞不是例行公事，讲的是气氛，过的是传统。在欧洲过圣诞，你想好去哪里了吗？